冇錢醫院唔會幫你阿媽做手術噶，冇得諗噶啦。其他可以合法咁样离开澳门嘅途径噶啦，佢阿哥系个高级巡警，我见过佢喺唔同嘅边界嗰度巡逻。我阿哥，你谂都唔使谂啦，佢份人防备心又重又慢热。点解仲俾我见到你同个男仔一齐嘅？都唔关咗中国啦，你自己未有中国人，点解你思想咁迷失嘅？你教你讲，澳门呢个地方就系令中国人发达嘅，净系呢啲傻仔啊，先系讲尊严。你真系丢失中国人嘅面。